糖化害你老很快，戒糖抗老秘诀趁早学起来。我们身体摄取很多营养，里面有一些糖，那糖如果是过高，它会开始攻击你的血管，攻击哪里出事，脑部就要中风，心脏叫心肌梗塞。我们贝塔胡萝卜素要补充足够，比如说大小番茄，血管有弹性，白里透红，要吃紫色的食物，蓝莓、草莓，或者是说樱桃这些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主女家务事。